呢度唔系 fan 级，唔系战场，只系我哋都中意睇 TVB 啫。好讨厌 TVB， 冇问题噶。呢度唔适合你咯，唔好浪费时间啦。温馨提示：留言注意事项，严禁爆粗、人身攻击、政治上身、搵交嗌嘅咧，麻烦请移玉步去第二个平台啊。若果你对呢个平台有好多疑问咧，另外网站啊，为你精选咗几集节目，可能帮到你噶。话一年讲咗两集节目巡礼够唔够啊？依家第三集喎、哦，咁啊今集咧系集中讲 J2 嘅，咁啊都系嘅，即系之前咧啲口号咪话转台啦，转台啦，系啊，终于咧飞天日夜都转台啦，就由翡翠台咧转咗去睇 J2， 咁啊通常咧翡翠台啲剧集咧唔啱睇嘅话咧，我就会揿过 J2 噶啦，又或者再夜少少咧，就上翻去 MyTV Super 嗰度咧就补翻啲 J2 嘅节目嚟睇嘅。咁今次嘅節目巡禮裏面咧，就推介咗14套新節目啦。咁啊，當中咧 J2 咧包括有《啦啦 Girls 選拔賽》、《超級模特兒大賽二》、《膽粗粗 Here We Go 二》、《西伯唔知我去西伯利亞》、《怪叔叔》同埋《動物心有堵》。之前播出嘅《我要奮鬥》咧，大家有冇睇啊？我睇曬全部啦 ，OK， 幾好睇嘅喎。不過咧，我估咧幕後嘅團隊咧應該幾辛苦嘅，因為裡面好多遊戲啦，咁仲要係要影好多人啦，咁同埋要拍咗好多日嘅，所以我估佢之後嗰啲剪輯啊、啲功夫咧都幾麻煩嘅。咁同埋我都以為咧啊，係咪真係冇得瞓咧？會唔會死㗎？啊，原來唔係嘅，即係裡面都有少少啲瞓覺時間，同埋插咗好多廣告。另外咧，超級模特兒大賽咧又翻嚟啦，咁啊呢一個係香港史上咧第一個選美真狗 show 啊，嗱上一次錯過咗嘅奴才啦，你班主子咧又有機會參加啦，咁啊今年唔好放過啦。好啦，我哋出年有啲咩重磅節目咧？有一個就係呢個集真人 show 同埋 PK 賽形式於一身嘅啦啦 girl 選拔賽啊，咁啊比賽你會通過咧舞蹈啦、形態啦、個性啦、人氣啦、團隊精神咧，等等不同嘅範疇去比拼嘅，希望咧可以發掘到一啲即係有潛質嘅啦啦隊隊員啦，咁啊打造一支咧具有台灣風啦、集活力、正能量同埋甜美於一身嘅啦啦隊組合啦啦 girls 喎。嗱，飛天爺爺咧，依家講起咧都有啲驚嘅，唔係潑冷水。香港有咩出名呢？港女咯。甜美風喎，會唔會有啲難度呢？即係有一班港女幫你打氣嘅時候，會唔會壓力更加大？嗱，輸咗之後我都唔知你個下場會係點嘅樣啊！嗱，不過咁樣喺沙漠裡面咧揾到水源咧，係咪覺得特別甜美先？咁啊，呢個咁艱辛嘅工作、咁艱辛嘅任務咧，就交俾 J2 啦。咁到時睇下點樣啦。好啦，咁 J2 咧邀請咗啲咩人過嚟幫手呢？就喺台灣方面一啲人氣嘅啦啦隊女神啊，嚟香港幫手指導同埋示範，將台灣嘅啦啦隊熱潮咧引入香港啦。據知咧，目標人物包括邊啲人呢？有熱情姐姐、啦啦隊兩位成員啊。嗱，我開頭就咁望咧，我差啲以為讀咗啱啱啊。山字邊做過君啊，坤坤啊，吳涵坤。咁另外一位咧叫短金啊，胡興兒，同埋咧話樂天女神。啦啦隊林湘啊，呢個大家最熟啦。坤坤咧唔少嘢嘅喎，喺台灣啦啦隊人氣排行榜裏面咧係排第三嘅，甜美可愛嘅笑容令到佢成為咧宅男夢中情人啊，吸引力咧應該都真係唔弱嘅啦。咁至於咧站穩腳啊，啦啦隊人氣排行榜嘅首位林湘咧，佢嘅身材應該係最有殺氣嘅啦，大家都知道都見過嘅啦，係咪？咁佢同 J2 咧都合作過啦，咁更加就係駕輕就熟啦。佢先後主持過兩輯嘅自然系旅遊節目啦，由佢嚟香港指導啦啦 girls 嘅選拔咧，咁啊應該就大家都好期待啊！尋晚睇咗新聞，林湘拍電影，個尺度都幾大嘅，係咪好想睇呢？好啦，大家冷静下先啊，翻嚟啦！超级模特儿大赛咁啊，之前咧攞到2023亚洲影艺创意大奖嘅最佳真实娱乐节目啊，咁啊今年咧再遇归来啦，咁啊到时各位狗狗啊，各位主人啊，又可以接到啲古古怪怪嘅超模通告啦，咁啊进行一连串嘅考验啊，既要代言产品啦，又要咧亮相舞台 catwalk 表演啊，嗱今季参赛咧将会分成萌萌系幼儿组啦。
同埋全能系成年组嘅，咁啊拣出呢个超模冠军啊，我就冇留意之后嘅后续啦。赢咗嗰啲有冇第啲嘢搞嘅？即系例如拍广告啊之类嗰啲啊。如果知道嘅朋友留言话声我听。而另一个咧，之前播出嘅时候同样咧个口碑系好好嘅节目咧，翻嚟啦又有第二辑啊，胆粗粗 Here We Go 二啊，黄翠如再次胆粗粗做监制啦，做主持啦，深入一啲咧观众听过但系咧未必去过嘅旅游地方啊。啊 ！TVB 真係企眼喎，膽粗粗 Here We Go 係都唔放喺翡翠台度播嘅，都係嘅，即係你擺咗喺 J2 度播完之後，又擺翻嚟呢個翡翠台重播車落嚟搞嘅啫。佢就係想做大呢個 J2 嘛，咁希望啦，希望今年即係嚟緊2024可以 J2 個成績再好啲啦。好啦，跟住有怪叔叔主持咧，又租咗喎，黃子欣，咁今次咧就跳出星級酒店啊，咁住啲咩咧？古靈精怪嘅酒店啊，另類酒店啊。睇啲相咧，嗰啲酒店咧，的确系古古怪怪嘅。嗱，老老实实唔使钱咧，我都唔会住嘅，因为实在太古怪啦。咁但系睇咧，我就好想睇。咁另外仲有一个节目叫做《动物心有岛》，咁就去探访咧世界各地嘅，例如猫岛啦、兔仔岛啦、马骝岛啦，就以动物为本嘅。嗱，会唔会考虑拍下熊猫咧？或者去成都？不过成都唔系一个岛啊。如果唔系，可以再拍下。因为最近咧，喂熊猫热啊！即系网上有好多咧熊猫嘅网红啊，即系我日日咧都拿住个手机咧喺度睇紧嘅，即系例如嗰啲啊，阿花花啊，例如阿七仔啊，仲有阿易迅啊之类嗰啲咧，系咧我都好想好想睇啊，或者包装下做一个旅游节目啊，想去成都嗰度，除咗成都之外，好似唔止呢个地方，仲有其他地方，咁但系我想睇嗰就喺成都。所以可以考虑下先拍咗成都先嘅，呢个可以谂下、啊。Hello， 假如你鍾意飞天爷爷嘅节目，欢迎订阅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！但假如你憎死飞天爷爷同埋佢的话咧，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啦。订阅之后记得揿埋个钟仔，下次有节目更新咧就会通知你噶啦。睇完不妨俾个 like 支持一下。有假如你可以分享俾朋友的话咧，就系对飞天爷爷最大嘅支持啦。唔好做标题党，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，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同埋删除留言，万一俾飞天。爷爷错手杀错良民咧，唔好意思啦，跌入黑洞嘅名单系冇办法救翻出嚟噶。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关注埋我嘅社交平台啊！喂喂喂喂，又讲 TVB， 有冇其他嘢讲噶？有，嚟我另一个 channel 啊！是这样的飞天爷爷，连结就喺今集节目结尾嘅画面左下角就见到噶啦，记得订阅、哦。